其实我们应该去抓个野。哎，但是我感觉对面要抓，你看着没？我一寻思对面就得抓野，那泰坦也不知道干啥呢。泰坦是犯病了，我发现了这泰坦，我得给你送 ICU 去了，我发现是不犯病了？那回那个头干嘛呢？就没明白这回头这意义在哪儿呢？我这莫干了，我直接低沟油。不知道这武器一级学的啥呀？我低沟油，平 A， 他好像学的一，那没事儿。平 A。平 A， 低沟油，你等一会儿，你不能等我升一下子吗？假，他能动不吧？耗一波血吧，剩下咱管不了啊。周游，前期莫干辣确实有点弱啊！哎呀，还动抠，还致命点烟，地沟油平 A， 平 A。不行，我还得给他地沟油一波。地沟油，为什么这波要地沟油？我要攒个法力流气弹。不行，我还得地沟油一波。吹波线，我还得地沟油一波，我还得攒个法力流气弹。地沟油丢了。压了，管他呢，莫干辣也出女神之泪，这玩意儿比较合适，把它除了，才400块钱，你们不卡吗？就你卡，而是将其化作武器。就只有你一个人说卡，你说是，你说说卡不卡？你想，你细想啊。低沟油，重沟，低沟油。没用，这武器大师只要跳过脸就得被我抠。地沟油，平 A， 呀，这个有小兵挡着。地沟油，地沟油。
嗯，我该证明他们是对的吗？武器人儿呢？不要将黑暗混同于邪恶。咋这么抠？一勾油。一勾油，平 A 直接给大开一套点盐，定。你敢跳我脸儿？我的好兄弟。每顿重抠，一勾油，把皮没了。靠！我的翅膀很沉。别追了，这还追啥呀？这还追？还追呀？啊？呀呀！追啥呀？这有啥好追的？你说这追？急了呀，急了。我在阴影中看见了美。就是那最后一个抠没中，挺奇怪的。都有一勾油，平 A， 平 A， 一勾油，给他定抽中平 A， 一勾油平 A， 平 A。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抽中一勾油，从下面来，直接一个地勾油。哟呵，哎呦呵，哎呀，简单呢，小黄毛。重回大地。记着点，小黄毛有灯，有东西啊。知道敌人是什么感觉？嗯，他给单杀了。帝国会感谢你。原没中，来吧，一勾油，一勾油，
抽中给大套点盐，给盾净。他不先出水银骸，他没个打。小黄毛被瞎当了，可以。狗头人这 ID， 狗头人的 ID 确实是挺秀的啊，一勾油。正是我宅种，抽中一兜油，抽中一兜油，查眼平 A， 平 A。拿过去不？哦，谁来了？小黄毛又甩大了！哦，我 Q 中，这怎么办？走呗，闪现。蓝搜不行，还是得要啊，不能卖，把这个卖了吧。我们2000多点蓝，应该蓝是用不掉的。耗点盐，定！我势必要拿下小黄毛的人头。哇哦！这个枷锁是我自己选的。你给我重抠！可恶的小黄毛！我上路的兵线呢？我靠！我上路塔要没了。他是拿峡谷先锋做拆的吗？怎么拆那么快啊？谢谢方大大福的一个飞机，感谢方大大福。我非常需要一个美甲窃魂卷，相当需要。我在中路与你对线，还行，你把他杀了，来死双杀。
kill. 看见了吗，莱雅斯？哇，这边卢先杀十个了。武器要起飞了，他061他飞哪去？生死的循环重新开始吗？他从沈阳飞到中街还差不多。评判他人就等于谴责自己。他的发育不是几波兵能补得回来的。Shut down. 曾经 Shut down. 有人背叛过我。我们12级，他9级，他怎么背？没法背。现在主要就是差个美甲窃魂卷，你知道吗？伐木伐木，把美甲窃魂卷除了。没人啊，上路小推一走。注意一下卢仙啊，卢仙的装备可能会有点好。这扣没中。Double kill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. 我的翅膀被束缚，却在飞翔。感觉来人了呀，算了，来人我们就死吧。一个人头换个二塔，咱也不亏。别出动啊，我只能闪了。没办法，我跟你把他收了吧。非得追追吧。哎呀，美甲窃魂卷忘除了。哎呀，刚才出美甲窃魂卷能多两层，还能，可恶啊，那不除了，这么几层除了不合适，拉倒。可是我还是想出美甲窃魂卷。我不想出秒表。正义是强者的谎言，这是自己的真理。走，回家美甲窃魂卷。才三层，马上就25，不用三层。猫这法穿，我不要那啥，不要沙漏，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往我脸上穿，他穿不到我这儿。
向命运祷告，而我走是自己选的路。小心蛤蟆。送低沟油给到重扣，低沟油给盾，行嘞，低沟油投降了，我天哪，这什么意思呢？